homa le mama mamo piling ai ya ko mo wa hame talalung ka hola muya na ko lewang awang ko hai gaga na ko hai kita kan wagit na ro ana inutanan ta tapos nakusa abo abo riyak riyak tanan tanan ana yak people kita na sami ho dingaya na tayo tasma mo piling eta taya la ko o men taya chu to men xue san gao san de di fang da lie ru guo lie dao什么特别的动物就像狗熊山猪水鹿打到了这个猎物的时候啊就是非常一个光荣的事情我住在骊山，我小时候每天看这个雪山，那个时候有一股冲动，想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我现在站在雪山的山顶上哈，那么来看整个雪山的冰河地形。那为什么要选择雪山作为这个研究台湾高山的冰河地形呢？因为它是60多年来台湾学术界的一个悬案。从泰雅族老人到都市来的登山客，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但对雪山来说，他们都是山岳的子民。溯着生命的溪流而上，在白云覆盖的山顶上。有一个古老神秘的世界，雪山像母亲丰厚温柔的胸膛，滋润着台湾岛上的每一个生命。在每个人的胸臆，总存在着水平线。未被污染的海洋，悠游在其中的鱼群，穿梭在防波堤外，航行绵过，描绘着碧海的情节。夹带翻滚的浪花，与合唱着岁月的足迹。1867年，英国军舰 Sylvia 号航经台湾东部海域，在北方望见一座高耸的山峰，于是以舰名 Sylvia 为这座山命名。1872年12月，加拿大传教士马偕医生。在塞夏族人的带领下，展开Sylvia峰的探险旅程。但同行的塞夏人因为看到一只飞鸟的姿势，显示出族人忌讳的胸罩，不肯再往前走。马偕博士只能满怀遗憾地结束探险旅程。相隔40多年后，一支来自日本国内的学术队伍，在泰雅族人的协助下，来到雪山。他们的足迹踏过雪山各个角落。这座台湾的第一个高峰，终于和山顶下的人有了紧密的联系。 外国的传教士马偕先生，那么从北部走这个淡水河流域这个溯源呢，往雪山这个方向进来，而没有成功之外，那么比较具体的呢，登山记录呢，大约就是日本政府占据台湾以后，那么展开了这个内陆山地的调查。那么比较正式的记录呢，是1915年啊，他们登上这个雪山呢，当时测量出来是台湾第二高峰。 那到了1923年呢，他们就把它正式定名为次高山，也就是仅次于玉山的新高山，啊，算是台湾的第二高峰。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几乎都是属于调查作业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1930年，那有名的这个学者哈，鹿野忠雄，他的来这个地区呢继续做调查。那么他调查出来很多这个冰河遗迹的地形呢，在1932年哦就写了一个论文出来，就是对这个雪山地区的这个地理环境呢。 啊，做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啊，也就是后来呢，一直引用到后来，我们都认为呢，这个雪山地区有冰河遗迹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的来源。日本人对雪山的探索，开启了高山地质研究的黄金时代。台湾光复后，日本的博物学家相继离开。 往后60年，只剩下台湾的登山者络绎于雪山道上。在他们眼中，雪山高耸而充满温柔之美。但岛民对它的认识却仍然陌生。这边就是往大雪山的登山步道。因为这一条是要通往雪山的索道，因为有时候下雨天积水，降雪的时候登山者一定要走登这一条路。对。这个索道是以前就有的吗？就以前就有了，现在因为很久失修，现在全部换新的了。现在的登山者还会利用这个索道？还是有。登山者现在还是要过去要走这一条。 台湾是一座高山林立的岛屿，岛的中央有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和海岸山脉5大山脉平行并排。雪山山脉在中央山脉的西北侧，斜贯台湾西北部，东北端由宜兰三貂角开始。 向南延伸到浊水溪北岸，全长大约180公里。雪山辽阔的集水区是大甲溪、大安溪、南洋溪和淡水河的源头。山和水架构了台湾岛的生命轴线，也孕育了丰富的生态和人文历史。Oh, oh, oh, oh,雪山呐、还有这个大坝，是我们泰雅族的圣山。那么以前有一种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哈盖就是雪山，就是我们泰雅族的话啊，巴巴克是大坝。有一个传说说，这个以前呐、这个世界上泛滥这个洪水，它一直下雨，一直下雨，那么。 高峰、高山、丘陵都被那个水淹没啊！不断的下雨，然后这个海一直慢慢往上涨，一直涨到那个雪山这里。那么，所有的人就集中在那边，就是我们泰雅族。那么就要向神求救啊，说啊，如果这个淹没掉，就等于就是。 人类就全部，淹没掉了，所以在他不都在那个雪山的高峰，离30公尺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求救。这就是我们泰雅族打猎的地方。在这里会猎什么动物啊？这里以前的话有那个大的动物，那个水鹿啊、山羊啊、山猪比较少一点这边。那你们如果打猎的话，都会从什么地方上来？步道是在哪里？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雪山登山口这里上来。 那每一次打猎大概都一个人来，还是很多人来？怎么？因为看那个起点呢，就是那个丰年祭的话比较多，或是我们各族家娶的亲人哈，准备结婚啊那些，就是到自己的亲人这样。泰雅族人好像在山上打猎，如果没有猎到东西，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啊，回家也是没有面子啊。 大雪山那边就是那个自流溪的上游，就是我们有去守那个陷阱的时候，没有刻意说我们会看到都那个狗熊啊。原来我们的那个猎具哈、在差不多离我们30公尺的时候，哎，忽然有一个那么大的树啊树头一直咬。 原来我们打到用血筋打到的山中山羊，它这样拉，因为有弦帮着，拉不动啊，然后它就爬到那像这一段树啊，爬到那么大棵的树，在那边吃那个山羊啊，然后我们过去了，哇，就是这个那么大棵的树啊，它用爪子抓啦，用牙齿咬。 平平的，它坐在上面，把山羊拿来在上面炖起来吃啊，这样。所以我们差不多在30公尺之前，哎，它闻到我们的味道了。哇，它那个什么木头就这样摇晃，哎，我说什么东西啊？因为我跟我的二哥在前面，我一个堂哥在距离我们50公尺。哇，那个树头这样摇晃，我跟我哥哥讲是什么，他说不要讲话的，他说有东西，看见是不是猴子啊？我那样讲，他说不是。一进去看，哦，黑黑的哦，在那个蹲在那个他咬断的那个树头上面，而且那旁边有那个什么山中山羊，它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哦，他就闻到我们就晃起来，有声音的，哇，这样很大声啊！哦，我哥哥说快上膛啊，放子弹，我们都有猎枪啊。然后我们靠近一点，差不多20公尺了，我们就开始打。我哥哥说我们一起扣扳机啊，一扣扳机，砰砰这样声音，枪的声音，听到说那个什么狗熊掉下来了，掉下来还要爬，跟我们追我们呐、啊，攻击你，攻击我们，意思就要攻击了。他开始要站起来要抓我们的时候，已经打到要害了，打到这边还是那么厉害，就拿那个翻刀啊，这样砍到这个头部这里，就这样倒下来，死了，死了。那大家族人是不是说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对，哦。这样打下来，我们去山上的那几个都非常很荣耀啊，很光荣的事情啊。就是厉害的猎人。厉害。对泰雅族人来说，做一个厉害的猎人是不是很重要？对。就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像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如果达到特别的猎物啦、山猪啦、水鹿啦、这个狗熊啦，还没有结婚的就可以结婚了。就是有资格结婚了。长久以来，泰雅族人聚居在雪山山脉的河阶台地上，并且以浓密的森林为猎场。他们对雪山的印象，荣耀多于敬畏。因为到雪山猎取丰盛的猎物，是泰雅男人成年的象征。在这一片辽阔的山原上，泰雅族人建立了他们以狩猎为主的游猎文化。因为所在的位置大多崇山峻岭，为了找寻猎物，成年男子必须长时间离开部落，在山林间从事艰难的打猎活动。这样的训练，练就了泰雅人在山岳间的坚韧性格。雪山平缓的山势与森林内丰富的动物资源，使泰雅人不论上山狩猎，或是为日本人充当挑夫，都充满向大山走去却无所畏惧的勇气。他们对这座山岳的情感，就在每一个步伐、每一口喘息当中，深习相通，渐趋自然。Usap madep, usap itu dipunya tanah ini saya ada pusatkan minta tu, lalu di usap kita sejam disasing orang dipunya, sejam disasing orang niru jenjak jenjak, sekiri daduk nar. Isya, mentak aja laga. Saya jam desasi leban saya mah. Ini pun nasi jamnya yume ramah saya ni nak. Hatta ras nak ini cerita kat mah kau sinjuk kau juga, ya apa, game nak kau. Kau musam kau ada kau. Si bermasa lah kita. Hujan ini karoh lah. Biar karoh kau selalu siwas sangguhan min. Talan mereka sami suka ugat kalau sinjuk ya niwa, teruklah. Lo muasamin lo, nanti kita sedia. Kalau berbuat hari kita menpatas ya, wah tayu ciro si tali, wah bijak keluar lagi, susah bijak membawa. Ibu menpatas kita sedia betul i okey. Lo musak si mekiak ya, lo musak kesam lo musak demnah okey. Jadi kita ugat lukus tadi ini sih kan biar lukus lo. Lukus saya tadi jangan kasih bubuk utaro, kui ga turuan yang kapal tak saya. Bayar oi sesuatu, aku yang mahu kerja nak ini sutak kami tersiau lah, gu semua sutak kami kerja malu, mahu tersiau kerja, mahu kami berjak sama hujan juga, ngeteh ini kerja hujan ni. Ayah berpokok lukus, nak kutuk ya lukus ada mulai lah. 海拔3886公尺的雪山，是台湾第二高峰。虽然是第二高峰，但雪山给人的印象并不冷峻。根据文献的记载，过去日本人是从卑亚南社，也就是今天的宜兰县大同乡南山村，走桃山林线。 穿过七家湾溪，再经过环山部落、自家阳登山口、朴丹山庄，登上雪山主峰。这段路程倍极艰难，所以日本测量学者常常聘用环山当地的原住民充当挑夫。今天。 由官方规划的登山路径，相较容易多了。登山客由登山口经七卡山庄、雪山东峰、369山庄，抵达雪山主峰。站在雪山主峰上，往北穿越圣林县。 大霸尖山就在眼前。天气晴朗时，更可以远眺台北盆地。东南方是中央山脉北段的南湖大山与中央尖山。向南眺望，可以看到合欢山与奇莱山。 而在西南方远处，这几个突出的山峰，就是台湾最高峰玉山。攀登雪山呢，也有很多人呢就把这个雪山跟大雪山呢常混淆掉。那对这个雪山地区的研究跟调查工作呢，在光复后呢，也因为日本人的离去哈，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就中断下来。 那这些资料呢，一直到最近啊，又开始呢，我们就对这个地区呢又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雪霸国家公园也做了一些研究，那么也委托了一些学者专家做一些调查研究。那么大家又陆续对这个雪山地区的这个冰河特色呢，又开始有兴趣，也更多人知道，也更多人觉得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特色。 那雪山呢，虽然它是一个柔美的山，也那么容易亲近，可是事实上呢，山上还是有它存在的危险性，因为它有时候浓雾来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分辨方向。那最主要是有些人以为它很容易亲近，就很容易就来了，也没有准备。那准备不够的情况之下来呢，在山上乱走也可能产生迷路的危险。那么过去在雪山地区呢，发生过几次山难，有人迷途呢就受冻死亡。那也有人失踪，那么到现在还找不到他下落不明在哪里的也有。啊，我觉得雪山在我的这个登山经历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山哈，就因为它很美丽。平原看它是一个很遥远的山，可是呢，来爬它的时候又觉得说它实际上也没有说那么困难，而且景观这么美丽，每次来雪山都有感觉上回到山上的家的这种感觉。 本土文献对雪山的记载，最早来自于清同治年间的淡水听志。另外，清朝咸丰年间的噶玛兰听志中，也曾经提到，雪山常年被冰雪所覆盖，即使在5、6月，还是炎冷而难以忍受。这样的描写。 在全球气候明显变迁的今天，已经很难被我们体会。由于长时间冰封，清代把雪山称为玉山，这个名称反映了第二高峰的冰雪性格。 冰雪覆盖下的雪山，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质。这其中融合了日本博物学者不远千里而来探索雪山的热情，融合了几千年来泰雅族人在雪山猎场独特的游猎文化，也融合了。 与雪山渊源最深的环山居民，独一无二的山岳信仰。雪山下的环山部落是一个泰雅族人聚居的传统村落。历史上，这个村落被多次迁移。 从早期的茅草屋，到后来的石板屋，和现在的建筑形式，环山始终和雪山维持着最深刻的情感。环山人是日本人前往雪山探索时，陪同前去的向导和挑夫。 环山部落的泰雅男人成年后，往高山去打猎，是证明自己已经长成的必要过程。而雪山西带的丰富水源，更孕育了环山人奔放的人文特性与豁达开阔的生命哲学。 كني لازم ويجب لهيك وشان اليوم ما يهدوا يرو لتجمع لهيك وشان وشارو نانو مسام تلو مو يوان له وشلقا بوسام تيجي أنت وشلقا بيقازم نتكا بوخلو لا لا وبيقتل لا لا قارني وقارني مو يوين وش نقول يحشومس ولا هي بيقازم لعنده ولا يسمي مياو تاتكان دكا إني كما يلوه كأن بوصل ليهونا خلاص 这个不是坟墓了，这个这石头怎么会在这边？还有了1斤以上，你上到1斤，أنا وراي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他们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个是大人，这个是小孩的呢。我看那个石头比较小的，盖起来那个是小孩子，那个大的应该是这个是大人的呢。那小孩子现在在哪里？现在我们位置就在我们现在位置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地方去了呢。هسا هكاسة ده هسا كيفيزة هسا ده حوشي وطاوة أو كذا من حوشي ولا لاقي لاقي ما كان كذا شايت لاقي أصلا كوته لكن كذا شايت ده أوه لاقي يا هو تحقق يا مسيات إني تبلي الأورو والحياة تقالك أورو هذا 意思哈，这个不是说那个，他这意思好像是以前他们那个保留地带了。 啊，对对，那个他就不是那个的，不是房子的，他说这个是保留地的。他看得出来呀、啊，他那个就是他是小那个是小。还用我们？还用我们了？哦。哦，没修好也得给他上面。他讲就是七家就是在这个位置了，七家就在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这个了，对了，有7家了，就是这个地方位置就对。 80岁的宋义雄和皮林淑燕回到他们在七家湾溪旁河街台地上的老家园。这个地方已经被人类学者证实是目前台湾海拔最高的原住民部落遗址。 环山人多年前就居住在这里。去年年底，考古学家刘义昌在这里发现2个文化层的遗迹，从科学上捕捉到高山民族在雪山地区移动的轨迹。 没有，还是在上面睡哦。他们也日本人，他们要照顾他们，那也是也是很严格的那，就是因为想要集中，所以把他们从这里迁到华山去。 啊，结果去那边没有土地，他又回来，又回来这边。啊，他什么时候又搬去环山？有时候马西姆拉我们说西姆嘎啷黑了吗？那西姆哈尼，那西姆吉我们说嘎啷黑了。我们说是我打的烟的，马西姆哈那罗，我西姆哈那罗，说西姆打的，说西姆烟的么？你阿克什么给哈尼那罗？打烂那个，我家上面这个我们给这个我们俺们这个我们俺们给罗，人家好多个，就靠跟我俺他们那。مليان في قرح ديالك وكا هو ما كيجي محنيا ما كيجي محد حناش متيكو كان بصاليش من حسق على لويا الحياه ما كناش نكون نحن موحاني وماتي تيبوك معهم موحهم معهم متعيالها يخلي لانك مكوسة سوسني بوسون حسام غبي يمينيا إيمي جيبون ما غلا جيبون ما غلا ما غلا遗址所在的河街台地，原来是官方预定的新建用地。在一次偶然的挖掘行动中，揭露了泰雅人的文化面貌。人类学家认为，从遗址出土的石棺、捕鱼网坠和陶器，证明了1000年前泰雅人的老祖先已经向海拔1700公尺的高山移住。他们在雪山脚下以捕鱼打猎为生。 七家湾溪是猎捕樱花钩吻龟的最佳猎场。ساقيني بناقي لفوق مواصل بناتي رابا وعناس مفوس كل قصرة يجيني بناقي لفوق نمقوني رابا بناتي رابا كاكب باقبا عيال سيني غالي شيء وفيه يوما أنا يبعيني أغل يوما أغل سيكو قصرة تكرا سينو غيان يوانهم نوي ما غالي قصرة وباقوا ما سرقس أنا سيكو قنن مويا زم أحتدن قصاي ماما أعطوني ميلو قصيقة بياخ قصيقة جنكي قصر七霄湾溪的源头来自雪山山脉的桃山。几千年来，它一直和泰雅人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过去，川流于溪流里的樱花钩吻龟，丰沛的腐蚀皆是。 但现在，只能在人工修建的南沙坝前，零星看到它们的踪影。从数百万只到数百只，樱花钩吻龟的凋零，也反映了泰雅人活水命脉的枯竭。 باقي تضرع عليك ومتوقين وإني باقي نمس عينا بزاي نعم كلا مبنع يعني أو يوم نقيت لي سيفه ولا يعني وتقتل بالسين دايما.樱花钩吻龟是一种在内陆溪流和大海之间洄游的鱼种。 地球第三纪冰河末期时，台湾受到地壳变动影响，地形隆起，河流生态改变，樱花钩吻龟成了回不了大海的陆丰鳟鱼。1934年，日本生物学者。 大岛正满在雪山下的七家湾溪和世界兰溪里发现了它的踪影。生物界于是热烈讨论它的存在，但其实早在日本学者的发现前，它已经和环山部落的居民共存了千百年。 环山人捕捉樱花钩吻龟，一向遵循祖先遗留下来的规矩：未成熟的小鱼不抓，即使抓到了，必须立即放回溪流中。这种有节制的捕捉方式，确保了鱼种的丰沛。泰雅人相信，尊重鱼种的繁衍。 是对孕育它的溪流的尊重，尊重溪流，是对孕育它的雪山的尊重。个地方就是水源呐、啊，也是可以提水的地方。你们提水都是来这里提的？对。那你们都怎么提？就等啊，等滴这样子。现在接的这些都算是水雪水吗？嗯，这个地下水、雪水应该都有啊。 那如果在比较低的地方没有那个，没有，反而没有了，到下面反而没有水。像我们昨天在水源地啊，那个水也是比大概就是跟这个一样而已。那等于说你们找水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在同一个地点。哎，对，看哪里水比较多就去哪里弄。 一片树叶和半截保特瓶，在冰柱下等待引流。对猎人阿菊来说，活命的第一要务是寻找水源。山上是不是都靠这样来拿到水？是的，就是山泉水嘛。我们就是在黑森林的营地，都是用这种的水，从这里提水上到营地那边。在雪山上，阿菊可以轻易找到水源，一如在森林中可以轻易发现动物的踪迹。他和其他泰雅人一样，不知道从小熟悉的雪山顶，那个白雪覆盖的世界，和七家湾溪里的鱼有什么关系？但是。 他们很清楚，4000多年前，老祖宗就在七家湾溪畔，利用山上的森林、水源和河里的鱼，延续了泰雅族人的生机。环山居民相信，世代喝雪山水的泰雅人，是高山永远的子民。 台湾第二高峰，雪山，温柔一如母亲的胸膛，但我们对它的探索，一如今年的冬雪，来得太迟，也来得太少。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存在着地平线，未被污染的原野，盘旋在其上的雀鸟，远在树林间缓缓走动，放映着蓝天的故事。 远方旅人的信息，寄托飘飞的叶片，风奏鸣着季节的情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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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每个人的胸臆中存在着水平线，未被污染的海洋，悠游在其中的鱼群，穿梭在防波堤外，航行绵过，描绘着碧海的情节。 鸳鸯幼稚的叹息，夹带翻滚的浪花，与合唱着岁月的足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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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